你的野心，无论最后一个输赢，阮袂放弃。无非你有相同的本领，挑战咱一生你我爱的代志。哈，你第二，我是第一。谢谢，好好好，一愣一愣一愣，呛虾意味十足啊！来，我们请秀兰玛雅老师，请。我相信你现在很有野心，想要做到那上面，对不对？而且非常有气势，我觉得已经看到一个有偶像实力派的架势。谢谢老师。这个我们那个台语的男歌手很缺少这种类型的，好好加油哈！好，你现在讲台语、唱歌台语的那种咬字啊，已经都比我标准了。野心有没有？野心那种痛踢那，就是那些地方，就是就算你强调，可是也强调得很标准。我觉得这些地方很好，只是说你一边跳啊一边唱，到最后有一点点，我觉得有一些小地方要比较注意的地方，就是到最后的时候，好大力丢给小猴哇，哎，猴的了解。那些地方就是还是拍子要在拍子上面，你可能会有一点糊掉了，然后就是。要再清楚一点点，就是要跟前面一样，就是让我们听到拍子很清楚。因为这首歌这种重节奏，就是要听到就是拍子清楚，你其他都很好，加油！谢谢老师，薛中明老师，请。我觉得你有甩开包袱了，真的。你从你那个最后那一秒钟把腿一抬一踢，哦，你这个应该就加分不少了，让我对你其实是有点刮目相看。以往唱歌的情绪上比较软软，但唱歌这个个性就唱出来。因为摇这首歌其实偏摇滚，摇滚的力量，我觉得你起手式就唱得好，主歌就唱到那个力量了。还有副歌“告诉你丢在”，你有把这个个性唱出来，真的是有威胁到了颜美哦。我觉得今天这首歌是有加分的，我对你其实蛮看好的。谢谢老师。人好，能不能今天取得挑战卫冕者资格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
俨然成为唱跳小王子的人豪，今天可以得到的分数是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，小数点继续92，超过了，小数点是多少？恭喜得到92.4分，谢谢老师，成为今天的最高分人豪，是尹雅茹90.8，因为我们新人加入，所以目前呢高手组是没有黄牌，这是第一张黄牌是给尹雅茹，是继续加油，对，很努力啊。好，我们也在人豪的票箱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，得奖的是，恭喜你得到奖金3000元。好，那我们也期待田燕梅精彩的卫冕赛了啊。四位稍微休息一下，谢谢。谢谢。